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爱麦风繁中频道。随着科技的发展，手机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我们会在手机中存储非常多重要的数据。最近很多朋友问我，手机丢了该怎么办呢？请不要担心。首先找到另一部手机，打开浏览器，并登入您的 iCloud， 选择寻找我的 iPhone， 您可以看到手机的位置。如果您的手机显示在附近，您可以选择播放声音，然后您可以通过声音在周围寻找看看。如果您发现手机位置显示很远或找不到位置，您可以打开遗失模式。为了您的信息安全，您可以点击清除 iPhone， 删除手机上的所有数据。您不必担心删除数据带来的问题，等您找回手机后，您可以使用 iMyPhone DeepBay 来回补手机上的所有数据。 iMyPhone DeepBay 是一款出色的 iOS 数据恢复工具，当您需要回复 iPhone 上已删除的数据时，它将为您提供良好的服务。相信该软体的提供的各种服务都会是您所喜欢的。好啦，今天就先到这里啦。如果该视频有帮助，请点赞并订阅 iMyPhone 繁中频道。我们的频道提供了很多关于 iPhone 问题的各种解决方案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